准备来洗脸，看到齐翠在这里放水。你放水干嘛？跳到家里去用。家里去。哦，他这边只有这里有水龙头，家里没有自来水。昨天晚上没来得及好好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其实这个房子真的很漂亮。没事，你。失联，好，旺财好激动，河里面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你去忙吧，昨天晚上被那个白蚁骚扰的不要不要的。没办法剪视频，今天早上他们起得好早，6点就起来了，惬意啊！赶紧洗脸，洗完脸我去买点东西。刷个牙，洗个脸。哎，这河里面还有鱼，看到鱼在这里面游。哇，这个水好冰啊，这是高山上面的雪融化的水，然后汇流在这个河里面。昨天晚上来这里的时候特别晚，然后我没有带的东西，我想现在去买点东西。那只藏獒它看到我异常的兴奋，我好怕它把那个链子挣脱了，凡是那个绑着的狗吧它就越凶，我就怕它把链子挣脱了咬我一口，不敢想象。放羊，这个头啊，就这里，十来头。我去洛尼，我去买点东西，我去逛一下街。吃完饭去。饭还没熟嘛，我先去嘛。这里。去洛尼，洛尼乡，直线距离5公里，10分钟。不
需担心道路拥堵，我能为您智能闭堵，开始导航。那我过去，11分钟就可以到。先过去买点东西再回来。总算到了洛尼乡啊，这里属于芒冈县。那些超市都还没开门，咋的？归个水果店开门了。早上出门太着急了，忘了戴头盔。哎呀，吹的眼泪鼻涕啊，纵横交错。啊，好在不是很远，10多分钟。哎呀，再远一点我受不了了。买点东西吧，昨天晚上也没睡够，眼睛还是肿的。这个水果店，啊，也有蔬菜，也有水果。随便买一点吧，买一点。不晓得他们爱吃什么，这一箱西瓜，然后这里买点苹果，这苹果还不错啊。然后这个香蕉换了一个，就把这个摘了好吗？好，把那个坏了的摘了。我给你摘，看到这个是不是？哎，好的。橘子可以，我买一点，再买点菜。这橘子跟香蕉一样的价钱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多少钱一斤？1斤5块。5块钱一斤。嗯。可以吗？可以。1斤多可以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嗯、好这里买不到肉，要肉的话要去芒冈县买的杏鲍菇。蒜条，然后买点胡萝卜、香蕉、橘子、苹果，给我算一下钱吧啊！没什么好买的，还有等一下再拿四个西瓜，60。然后我再买一壶油。60吧，60。然后西瓜是十块是个四个，嗯，40块钱是吧？嗯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。鸡蛋算了吗？鸡蛋没算，鸡蛋50嘛，对。总算回来了，太不容易了，这摩托车真不方便。吃饭没有？吃了。坐。帮忙拿一下，啊，好不好？先把这几个西瓜拿回去。西瓜。哎，西瓜。你们家不吃西瓜吗？吃吗？这个可以吃吧，鸡蛋，鸡蛋可以吃吧？那吃吧，走。好，扛了一包，但是也不值几个钱。蔬菜水果，没买肉，刚刚他们好像也忌口，不能吃荤这几天。兄弟，在干饭呢。哎，早上好，咋西的嘞？这是你爷爷奶奶咋西的呢？哦，在多少岁了？80几岁。身体健康啊，小小心意啊，奶奶80岁了啊。没事，吃饭啊。那个解开来，解开来，
他，我怕那个压坏了，因为把这个绳子解了，我怕他压坏了，他有的东西不能压，压坏了要先吃了，摩托车就是这点不方便，倒出来嘛，可以倒，就倒在这里，倒在这里。我就怕这个香蕉坏了。嗯，香蕉，哎，已经压软了。还有这个橘子。哎呀，香蕉，全压坏了。刚刚压坏的，没事，可以吃，给他们吃。这是奶奶，那那位呢？那位是奶奶，也是奶奶。哦，算了吧，哎，没事，就是。小小心意啊，希望你健康快乐。我去干工作去了。你去干工作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帮忙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今天你自己做饭啊，在这里做饭啊，自己做饭，自己做饭自己唱，自己做饭自己吃。还有工作，去地里面嘛，啊，我也跟着去地里面嘛，啊，没关系嘛，谢谢。我跟你们去下地嘛。哎，小朋友，来，好家伙，这一个嘞！过来，下地。好了，我们吃早饭了，吃青稞酥油茶。嘿嘿嘿。吃嘛，奶奶。这位奶奶高寿啊？啊，这位奶奶高寿？八十。八九了，九九。那九九六几？六十八。六十八。那还是这位奶奶年纪大喽。啊，吃饭了，我也吃一点，我也饿了。嗯，好。嗯，酥油茶。这个还要白糖吗？白糖，白糖对。你们怎么吃吗？这是酥油。这个是酥油。酥油，牦牛酥油。牦牛酥油。嗯。然后还要倒这个吗？酥油茶，我们俩，嗯，帮忙的，你们都吃的对不对？对嘛。然后还要放白糖吗？白糖。不用嘛。是的。哦。我去洗下手来，好吧。这个砧板，青稞。青稞砧板。嗯。然后，啊，我洗下手来啊。那位小朋友是你的弟弟，四弟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去你亲戚家里，堂哥家里，去做砧板。好吧，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那结果掉头，那不行，永远都不行。走了啊。拜拜。注意安全。今天早上吃正餐，砧板，下面是牦牛酥油。就是奶油一样的黄色的，应该是那个牦牛奶煮出来的啊，牦牛酥油。嗯，哎，又搞错了，又搞错了。嗯，要这只手端碗，这只手搞，对吗？这个啊，这个手吃，那就没有错了。啊，这个。这个不吃吗？这个不吃。左手不吃。啊，不吃。用右手吃。嗯，右手吃。嗯。
这个是他们的讲究，用右手吃。看这个啥子意思啊？哦，谢谢奶奶给我倒酥油茶啊，那现在这么多了，那可以了，谢谢。您吃了吗？你也吃。今天曲左兄弟去做客去了，有点远，我就不方便去，等一下我跟他们去地里面看一下那个青稞除草，然后等下午曲左回来了再一起去山上放牦牛。哎呀，这个青稞获得不好看嘛，兄弟们，不好看嘛，水油茶多了太稀了，但是听他们说这个酥，这个青稞糌粑配上酥油茶吃的特别养胃哈，尤其是对于肠胃不好的人啊，像我这种啊。Nice， 搞点白糖来。调一下味啊，看一下和点白糖味道如何。Nice， 要早点放糖，糖放晚了不融化。大家吃的，不要了，这个挺好吃的，吃吧，妈妈吃吧，谢谢，够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特别喜欢舔手指头哈。我一开始藏族朋友叫我这样子，这样挨着这个碗边边刮，但是我昨天看他们呢是这样，不管怎么样吃饱了就行。你不能咬我手哈，咬我手就没得吃了哈。哎，这个猫猫也吃糌粑，那有点不卫生了，猫吃了又来那个睾丸里面啊。你别咬我手，等一下咬我手去了货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没有了，给你擦下眼屎。好了，干完了，不干了，洗碗去。大家一直都很好奇，说在藏族同胞家里上厕所个人问题怎么解决？好，这家这里面是一个厕所，但是这是一个旱厕。来，你们要进去看一下吗？好，我带你们进去看。这都是木头的房子哈，这是个旱厕，它底下是一楼，然后大家要看底下吗？不看吧，就这样好吧，下面你们脑补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但是我可以透露给大家一点，就是他们这边擦屁股不是用纸哈，至于用什么，你们脑补一下啊。